大家好，今日是4月11号、今个礼拜呢一开局就跌到只狗咁样啦。第二样嘢亦都要留意嘅，呢、这个礼拜呢係跟住就有一个长假期，礼拜五同埋下个礼拜一都应该係冇事嘅。咁样大户嘅资金嘅部署要考虑埋啦。近十日的資金流向和成交我們看到，基本上港股成交是看到是下跌的。